首先呢是把钱投进去嘛，入れてください。学音要怎么说？选叫做選びます。選びます它的原型叫做選ぶ。我咧讲一个概念就对啦，哦，你去思考啦，啊你也无欢喜回去啊，也无欢喜回去啊，你即马走。林浩平，找为什么啊？我有做错什么吗？等你，我不学话的立等。好啦，免讲给面青啦，等你啦。我又没有怎样。我可以等你，等你。卖因为我的情绪。等你。你今天到底做错什么啊？点点啦。不要再笑了，在笑什么东西啦？先着搞你啊，着夸风呀，规工你伫底下现主持规工诶，对无啊？现主持五马花三炮两炮，你抢先吹枪啊！不能再笑了，全部刷哈哈十秒不要停。所以站在那个自动贩卖机前面想要喝饮料的时候，首先呢我们是先把钱放进去嘛，所以把钱放进去这个动作要怎么说呢？对，まずお金を入れてください。好，首先呢是把钱投进去嘛，入れてください。选饮料怎么说？选叫做選びます。選びます 它的原型叫做選ぶ，那它变成黑谷大赛的时候要怎么说呢？请选择喜欢的饮料。選んでください，因为它的原型叫做選ぶ。我咧讲一个概念就对啦，哦，你去思考啦，啊，你也无欢喜回去啊，也无欢喜回去啊，你即马走。林浩平，找为什么啊？我有做错什么吗？等你，那个是你的粉妆吗？那一个是和你的吗？哪一个？中间好像是我的。你的吗？嗯。啊，你连封锁吗？啊，你不是教他们封锁吗？啊，是你的粉专还是你的粉专？当然可以封锁啊。啊，你看到你的封锁吗？哦，那是你们的。啊，因是安怎？因死啊哟！啊，规工现主持咧耍恁回回，我袂好就计卖做嘛。规工要求公司放你放你放你，啊现主持现主持，但伊工做较好来哦。破一个杯就伫遐，规工讲要死要活，破一个杯就规工讲，无在要上班讲安怎？啊，台湾2340。2450万人，大家现主持，哇！疫情这严重，大家拢免上班。1500万的家庭拢卖上班啦，大家拢卖上班啦，拢规工在厝内隔离就好啊，对无啊？居家工作做工会做袂好势，笑噶，无啊？来，关坤尼什么事？我刚我在跟他讲啊，他的粉专有在串联的、啊，他的粉专有在串联，看到酸民就直接封锁，不用再多讲什么了。这位朋友，你懂我的意思吗？来，我现在讲给你听哦，关他什么事情？我现在讲给你听哦。来，坤，你打开你的手机啊，你看一下，今天我帮你 po 那个影片，今天多少人观看了？你看一下。大家好，我是蔷薇坤尼。这一段时间网络上面的风波，对公司及联董造成了伤害。我在这边有一些话想对大家说。联董他是一个工作非常认真的人，他把工作所得的一部分捐出来做爱心公益。爱心公益的活动他也持续做了8年，在公司里面也学习到了很多，很感谢公司所给予的一切，还有很多的资源。那联董也很照顾每一位员工，也很关心每一位员工。看一下今天你上传那影片，来，观看次数多少了？19万嘛，十九万嘛，是不是19万人？对，几个小时？8个小时19万人嘛，那你算一下，8个小时19万人，平均一个小时多少人？都上万嘛，对啊。那这位朋友能够了解吗？你知道这个流量是我连千亿给伊的，会知了解无？伊有这个流量是我给伊的，你有法度了解无？
所以我关他什么事情？我在忙在解说，在解说很多商品的东西的时候，他们必须去把幕后的事情做好。我的公爵盖两个地了，哦，你去上课啦，啊，你也无欢喜回去啊，也无欢喜回去啊，你怎么走？明浩明早会怎么？我有做错什么吗？等你，我不想看到你等。等你，你先等你，你先等你，我不想其他不想看到你等你。你不要跟我讲了，不用听明浩明吵了。我又没有怎么样。所以，是你跟我说我不要用手机的哎、欸。我刚才叫你红色选民，我叫你红色选民而已，一句话。我有封锁啊。好啦，不用再叫面清啦，等你啦。我又没有怎样。我可以等你，等你。别因为我的情绪。等你。我今天到底做错什么啊？点点啦，等你啦。